是不是艺兴回来了？我怎么听鹅叫啊？不可能吧？如果是艺兴哥，这估计上不来吧？这路是有人来吗？没有啊，黄老师。艺兴今晚上肯定是不回来了，过饭点了。哇，这次的这个设计还是有点大气啊！行，哦，师傅，我的天哪，艺兴回来了。要崩了吗？还没崩吧？是不是快到了？到了你就弄吧。啊，这怎么？啊啊！下周五晚10点，特伦苏《向往的生活》。